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嘴刘洋哥。现在如果说起传统武术，想必被人碰的也是占大多数的。随着马保国等大师的相继落败，这也让网友们调侃道：难道传武真的没有一个能打的吗？难道传武真的不能实战吗？今天给大伙介绍一场现代搏击和传统武术之间的对决，是由身穿白色衣服的健康武道大师对阵身穿红色衣服自由搏击选手的比赛。这个自由搏击选手不管是身高还是体重还有年龄都是占优势的。今天他们俩带的拳套也是有所不同的，自由搏击选手带的就是平时比赛的拳套，而武道大师带的则是 MMA 的分子拳套。这样的年龄差和体重差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比赛开始后，武道大师的架势还是非常专业的，这也让自由搏击选手开始还是有所忌惮的。而后武道大师先是发起猛攻，以正蹬暴踢自由搏击选手，结果自由搏击选手就向武道大师招拳，一直过来打我，来挑衅对手，这直接让武道大师怒了。接下来被扫地暴踢的武道大师马上用出了一招斗转星移，将自由搏击选手暴摔倒地。倒地后因为不能再进攻了，武道大师也控制住了自己的洪荒之力。而后自由搏击选手开始反击，以凶猛的高扫暴踢武道大师。接下来被再次暴踢的武道大师马上猛冲上去，想要将自由搏击选手暴摔倒地。但是无奈对手的吨位太大，再加上自己已经上了年龄，压根就没暴动，这也让武道大师有点喘，申请休息了一下。最终在双方对拼过程中，自由搏击选手抓住机会，一记凶猛的扫踢直接 KO 对手，赢下了比赛。武道大师也被自由搏击选手这一脚直接踢下棋了。全场比赛下来，自由搏击选手仅仅只用了49秒的时间就将大师 KO 了。其实先不管这个大师是真大师还是假大师，这样的高龄还敢走上擂台和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壮汉对决，就已经让人非常佩服了。而且按正规的比赛，二者完全不属于同一个级别的选手，这本身就对武道大师有点不公平了。虽然近期因为传武大师的相继落败，这也影响了人们对传武的认知，但是要知道中国武林总是卧虎藏龙的，也相信真正的传武高手还是大有人在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看精彩体育赛事由我大嘴的讲吧，我们下期再会。